可能会导致我们以后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工人，因为人口都没有那么多了，那 workers 肯定也就没有那么多了。然后这个 machinery 就是机器嘛，他们是稀缺的，这个词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个词简直就是这节课或者整个 chapter one，或者是整个经济它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词汇，就是稀缺啊。那因为你想，我们经济是研究 how to allocate resources efficiently，那为什么我们要研究怎么样有效的分配资源？因为资源是有限的，所以资源是稀缺的。就因为稀缺，所以说我们才需要去好好利用。OK，所以说这个是这个 scarce，然后 this means that they are limited in supply，这个也非常重要啊。这个就是说，他们的供给是有限的啊，limited 就是有限的，这个 supply 嘛就是供给，他们的供给就是有限的，所以说后面这个词，这句话是重点中的重点啊，the economy。